的系列歌坛新力量亮相，一直到六强哈，进入到六强，来掌声欢迎罗恩琪。你好，你好，啊，我们现场的大哥大姐，大家晚上好。哎，这个是罗恩琪，赶紧请安。我们的妹妹哈很可爱，因为她常常带着笑脸嘛，台上这是对的。一个艺人哦，到台上来，你就要常常带着笑脸。我那是无笑，真不一样啊。啊，你过来爱笑啊，爱笑啊，爱笑一个。笑到是搁较大地咧。我笑一个咧，伊个面哦较尖嘛。笑来较尖，老板人去上我头工，头工迄个笑脸圆哦。啊，对对对，笑较尖哟。肥就肥，面大条就大条，迄个就较尖着，较水。目睭较大，皮卡，看着皮卡尖嘛，较尖啊，鼻较尖，笑容较水。啊，你讲过，你你做，你只会唱那有你去做主就好了。袂使啊！我丢到你艰苦，要不然去做主。骗是骗人的。对咯，但我只要你看照片真水哦，骗人的，拢要家己美图秀秀。我的照片嘛是骗人的。好，你看真人较水，家己修较水的。真人较水。是咩？嗯。是哪边较大滴？真人较水嘛。哎，那刚才我们阿伯点了一首《十里莲花》，他说他会唱，可是他歌词不太记得。对，不要紧，我们只要有心，对不对？啊，这正经金龙边要出一点。我第一次这样拿着手机唱歌，不要紧啊！你唱完一次，下一次你就不用看了，对不对？真的吗？浪费吗？因为歌词很多了啊，这边连袂阿袂掉。那这样子，那我这个发财红包，那是大菜哈，一共给大菜。大菜是一张大三块了嘛，对不？所以等一下我下来，希望大家多多多多多多多支持哈，不会减。